一场百年大地震重新唤起国人对水土保持观念的重视，受创的山河和家园的重建工作是刻不容缓。这是一场大自然的保卫战，崩塌山坡地的植生护育工作在九二一重建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里是九二一大地震之后的埔里，四周围的崩塌山坡地潜在着土石流的危机，在这里有一群在地人默默地保卫着自己的家园。顶着烈日，这些在地人正在进行土石流崩塌地源头的打桩编栅的工作，带头的正是埔里镇的镇民沈国义。沈国义整治土石流的经验丰富，每天他都会到崩塌的山坡地指导伙伴如何施工。每一个人吼，每一个人有使命感嘛吼，对咱吼，这人生非常有意义，就是讲啊，咱将咱这个大地啊，这个崩塌地啊，那个整治，哎，这样恢复啊，以前的迄个原貌。哦，大家休息，出中午饭。中午的休息时间已到，工作伙伴就地享用自备的午餐。便当盒里虽然只是简单的菜肴，大伙却有着开怀的笑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又完成了一处土石流源头处理的工作，而埔里家园也多了一层安全的保障。去年桃枝台风所带来的土石流，对南投县竹山镇的居民来说，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为了不让土石流的灾难再度降临，竹山镇的在地人在农委会水土保持局的指导之下，亲自上山做土石流源头整治的工作。一切的辛苦只是为了土石流不再来。电视上播放的是去年桃枝台风侵袭南投县竹山镇秀林里的土石流画面，惨痛的教训让李明记忆犹新，也更加的团结一心。少年人较有力吼，要做好这排水吼，爱莫沙包较重吼。那第一组诶，清晨七点半不到，近百名秀林里的在地人聚集在杂货店前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准备上山进行裂缝填补的土石流源头整治。你唔得好，你讲啊。好。三弟，你还不用讲。啊，你要讲。好啊。看看这块因为九二一大地震而龟裂的山坡地，秀林里的李明正用锄头填补一条条的裂缝，代班的班长正是旅长吴清炮。像这个东西有比方说扎起来了后，他现在雨季的时候落雨，他水不走在地上，他顺这个井到水高，他就摆个脚下去了。你如果是不要吞起来的话，他现在水如果灌地底下，伊即卖吼，伊土壤吼，伊水分啊饱和的时阵呢，尽量规片的山都扫掉。为了抢在雨季之前做好土石流的防范工作，吴里长每天开着小货车巡视山区，将在地人做最有效率的运用。因为只要土石流的源头裂缝填补好，土石流的梦魇也将离他们而去。我即卖坐这位置吼，九二一吼，是吼做断层堵地，咱即卖所徛的位置。中心线就是直接过去，吼、哦，造成到这规个土地啊，拢规个拢松软啊。啊，松软的当中呢，下边就是咱大个砖头，吼、哦，砖头即摆若无甲吞起来，这若去予土石流去予放落去的时阵，会影响到规个砖头会危险啊。所以讲，这个工作啊，大家拢原来对去年所做的经验啊，对这个工作大家有共同有这个认识啦。哦，所以讲大家咧对这个工作真拼死地咧做。九二一大地震一度重创南投县，以中寮乡的内城、清水、龙安三个村落为例，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在当地进行的农村综合发展规划，已经营造出全新的农村休憩环境，也促成当地居民农业转型的契机。走进南投县中寮的内城和清水社区，美丽的砌石子步道两旁的原生种植物，让人无法想象这里曾经是受到九二一大地震摧残的农村。像这个原本单纯灌溉用的农塘，就地取材改建之后，兼具了美观与生态保育的双重功效。这里的空间和设施完全对外开放，一方面提供外来游客全新的农村生活体验，也为当地的农民找到转型的出路。会用伊提供就是讲民宿，啊，甲咱在地所生产的农特产，拢会用借到伫这个所在来促销咱家的地方。啊，若有法度。促销的时就是改变，会当改进咱地方一挂农民遮生活。
而这里是农民无继任的清水药用植物园区。我的水保局负责，我就是讲让我们农业转型一些所谓的比较硬体哈，防蚊子啊，但喜欢的空间是要开放。我这个药用植物园它是比较开放性的，比较当然是有一区是比较小区的，会用一些盆栽之类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尽量让它在我们的生长环境中生长，它也是可以当成一个树，也是一种自然生态。好，比如说那些托尔纳塔，它哈，你看它这个叶季哈，叫它弄来吃，它就是它的鸟食啊，然后它有药用植物啊，以前人有风啊，气风啊，会骨去头，来顶排骨啥，就气风生啦，所以讲这是做生活化啊，然后它对自然界里面呢，它又能够生态平衡，比如讲伊这个像即卖无啥物件，食鸟拢会来食，即若较红的鸟拢会食了，白头壳啊啦啥拢会来食，所以讲伫自然界内底就会生存，这就是阮这种很自然的一个很生活化的药用植物。水土保持局特地沿着张平溪开辟这条内城到龙安的道路，河岸施工的方式则是采用自然生态工法。这个位置是我们那个内城到龙安道路工程，在民国1987年的时候就已经施设完成了。我们当初的做法那个用意主要是考虑到说那个自然生态工法那种观念，所以我们混凝土的量尽量用的就尽量少这样子，所以我们采用现场天然的那个软块石，把它做成一个复式断面的那个护岸的形式啊。除了说可以达到那个防洪的那个效果以外，另外也可以有那个清水的功用，就是一般游客啊或者这边的居民来这边游玩的时候，也可以从这个我们这个复式断面也可以走下来，也可以在这边钓鱼啊或是做其他的活动。这边就是一种的生态工法，这边就是讲一种的比较硬性的用阿摩陀来做的。但是这个最主要的是讲，这个自然生态工法，迄、那个棚内底，你有法度养这个做做些植物、生物，无形中会用在迄个所在，伊来生存，伊来繁殖。啊，那这呢，它完全提不起。跟生态完全扯不上关系，反而是破坏生态。每到黄昏时刻，龙安社区居民总是扶老携幼在公园里伸展筋骨，从他们的脸上已经看不到地震带来的阴霾，因为重建后的美丽家园就是他们骄傲的新希望。咱在咧公共设施吼，咱有只老伙仔吼，因来遮佚佗了，加上吼，咱遮有做一个社区学员，甲因做一寡，甲只老伙仔做一寡教育，不但会用带动因对这个休闲农业的观念。将来安怎来经营民宿啦啥吼，这拢对因有真大帮忙，尤其是上个好处就是讲，这人这老伙仔心胸开放心胸开放吼，因对因的身体是足大帮助。好嘞，哦，吓死我了。